生活在便利的都市化社会，只要有钱，食衣住行各种必需品应有尽有，加上网络购物的盛行，足不出户即可消费，人变得越来越窄了。回想阿公阿妈那个时代，家家户户自己种菜做柜，不但自给自足，也和邻居分享，互助互信，这样的生活形态在现今社会还有可能出现吗？美丽新生活邀请到两位来宾，一位是喜欢农耕生活的都市农夫张训斌，还有今年刚从大学毕业，从小在都市长大的洪巧仪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想想，在现今分工完善便利的现代社会中，我们也能自给自足过生活吗？哦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，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便利了哦。是，以前常听我们这个老一辈的长辈在讲啊，说啊，我们以前哦哪是像你们年轻人这样，我们都嘛哦这个睡觉的时候不用关门，然后邻居就互助，然后来换一下东西这样。现在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遇到邻居，通常你会不太好意思打招呼，直接就撇开头啊，想要装忙啊，然后或者在电梯里面遇到就啊，手机有没有？对，怎么办呢？两位会不会有这种现在的文明病产生？对啊，觉得人跟人之间好像变得越来越疏远。对，越来越疏离了。有时候对门住谁真的不晓得耶。然后年轻人应该会不会更严重？就是明明就坐在对面吃饭，但是硬要用手机聊天。现在哦，就是太多科技取代了很多的人的最基本的情感跟沟通。上网可以东西可以买嘛，我真的就少出去跟别人做一些沟通互动，都少了很多哎。对呀，这该怎么办？不过接着下来有一群人很厉害，他呢号召了很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他们过着所谓的自给自足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哦，在这个世代还要自给自足，会不会太麻烦了？有没有很特别？但他们乐在其中哦。哦，真的吗？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绿色生活家。初秋破晓的清晨五点，苗栗山区有一群年轻人已经梳洗完毕，整装待发，准备前往农地开始一天的农耕。我们现在的农业过度的使用农药化肥，还有环境的整个的一个污染跟破坏，其实让我们为下一代的一个生存环境其实是非常忧心的。所以我就号召一群有心的年轻人，大家一起来可以为环境、为我们的农业、为下一代的一个环境做更大的一个努力。原本从事保险业的李旭清，20年前因为发现蔬食对健康的重要，开始投入有机农业的耕种。8年前，他从都市迁居乡下，在苗栗县铜锣乡创办的回乡有机生活农场，在这里有100多人，因为相同理念聚集在一起生活，形成一个特殊的小型社会。朋友他们一开始都很不敢相信，就是觉得说，你怎么会回到农村里当村姑？然后家人就是一开始也没有很同意，就爸爸妈妈会觉得说，已经把我养育到大学毕业，然后我竟然就是回来乡下工作。可是我就跟他们分享说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，然后我们都很开心很快乐，然后我们是有一个团队一起在努力做一件事情。至少你看以我们而言，因为像我们很多同学啊，因为一个一个都是一个一个小家庭，那可是你在小家庭的时候，你很难去兼顾到你要工作你要带小孩，彼此之间跟父母亲啊跟家人啊都是隔开来的。那在这里的话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像我的小朋友，我们因为他跟他同年龄一起出生左右的就好多个，那他们就可以互相照顾啊。今天的早餐大家吃着自己栽种的蔬果，有豆腐、酱料、饼干，全都是村民自己动手制作。这里没有过多的消费，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紧密的情感凝聚。
差一点点，来，我帮你。这是梅花。每到用餐时间，厨房里张罗着的不是一家人，而是一百多人的用餐，大家闲话家常，好似一个大家庭。在这里，有一群人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，他们自给自足，互助分工，爱土地也爱生命，享受着最原始、最单纯的快乐。在这群人的身上有一个共通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一个地方，不知道怎么称呼它。除了特别以外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在影片当中的所有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，每一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，好开心的感觉。两位猜猜看，要怎么样做什么改变，才能够成为那样子的一个生活？觉得是不是要放下很多欲望？其实真的要放下小小的欲望，其实还蛮难的哦。不过张大哥，这样一百多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下，你变成必须要把你的心打开，有办法去接纳别人的看法，跟人家生活在一起，才有办法互动。对，好，那到底正确解答是什么呢？到底是谁这么的厉害，能够号召这么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共住在一起，自给自足，而且每一个人脸上都充满了非常富足的快乐的笑容？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老师。欢迎李姐，你好。主持人好。好，各位来宾大家好。我们刚刚看到那些画面，真的很想要做，但是真的很难做到。如果真的想要像你们一样过着那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生活，是我们现代人完全想象不到的。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，这也才能加入你们呢？对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学习吃自然蔬食，这样的有机的蔬菜，对，减少肉食，甚至于完全不吃肉，是学着吃糙米饭，你就很容易跟我们打成一片了。这么简单啊？对，所以就从吃的地方开始做改变。对。但话说很简单，其实对于很多人这所谓的美食主义者，其实还是有难度的耶。对，初期可能不适应，但是其实大自然有一种力量，尤其是这么样的一个自然去成长的一个作物，它会慢慢的让你的味蕾，让你的一个口感都会产生改变。你反而会觉得，你习惯了之后，你恢复了你的原味，吃到了原味，你会知道外面那些东西是有问题的，你自己会发现。对对对，是很神奇。所以其实大自然回应给我们的就是最自然的，是最自然最直接的一种反应。听说您自己本身刚开始做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，其实本来是应该是看到其他的动物们受苦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有一个机缘去听演讲，是，那我就有一句寄语让我很震惊，他就说，千百年来碗里羹，冤深似海恨难填，欲知世上刀柄解，但闻夜半屠门声。让我很震惊，原来我吃的东西，那些动物也是可能是我的亲人，可能是我的兄弟姐妹，那我怎么舍得去吃他们？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不可能去吃的。所以当那句话我相信了，我也觉得有道理，我就开始不碰肉了。是，对。所以这一百多个人共同生活，他们也跟你一样吗？在吃的习惯，我们绝对没有强迫。对，就是我去鼓励去推广。那他们从这样的一个食物当中，因为我们一个大食堂，我们免费的去供应这样的一个食物给大家，所以大家吃了，自然身体会产生一种，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这个食物对你的影响，所以慢慢的他们的口味，他们的口感有开始改变了，有些人甚至真的吃到肉就真的不碰了。对，所以是连吃这一点的这个欲望都可以降低，我相信应该也会影响到其他对物欲上的一个。对，因为你在那样的环境里面，有干净的空气、干净的水、干净的食物，然后有一群很简朴的伙伴，大家生活在一起，那你知道说其实你会更自在，更舒畅，你不需要每天觉得自己不漂亮要打扮，对，你不会觉得自己太胖，但是你还是很漂亮。谢谢。所以其实真的，其他的物欲也真的都降低了吗？对，慢慢的，像我们很多东西，我们能用就会继续用，不会想要漂亮，特别要高贵的东西，或者我们尽量去
让这个物质去发挥它最大的一个功能。嗯，对，像我们的衣服，对，就会大家共同分享，类似这样。这个我们年轻人巧姨，你有办法接受吗？你能不接受隔壁邻居阿嬷给你的衣服吗？就是像我刚刚看影片啊，对，然后还有刚刚听李姐说，就是在回乡农场都是过自给自足的生活。嗯，那因为我刚毕业，对，然后我从小在都市长大，所以我其实很难去想象说。就是每天都要务农啊，然后就是比较没有就比如说没有网路，或者是对，就是平常没有出门逛街什么的。但是我刚刚在影片里面也看到很多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，对，那我想要请教李姐，就是说从你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去适应这个从都市到农村的生活，包括我女儿啊，她也要两个家，她也要带的，对，也出门不化妆，她是不出门的，对，但是大自然真的就是大自然神奇的力量，她会鼓励他们，到田野，到田里面去走一走，早上去呼吸新鲜的空气，就跟着我们一样，你不需要化妆，你很自然的用你的真面目去田里面，慢慢，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不美啊。一样很美啊，对，青春的活力啊，是，那开朗的心情啊，对，助人的那样的一个善意，其实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更快乐，那样的物欲或那样子的一种感受，觉得对美的感受，其实慢慢的会改变。你提到这个，我刚看到影片当中啊，你们又自己做豆腐、做酱菜、做面条，什么都自己做。但我们现在社会上这么方便，我们其实对不对？就出门买买，超市就在对面，菜市场都有，超商就在隔壁，对，是上网就直接买了，要自己做呢。其实我们凡事都必须付出代价，我们有方便要付出方便的代价，对对，因为其实，在我们亲身的去投入农耕之后。我们知道，其实连接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，就是，像勋斌说的，是一份情感。是。那我们农夫对我们自己种的菜，其实就赋予很强烈的情感。我们很珍惜，自己采收的这样子一个恩赐。那当这样把这样的一个的食材，把它做成料理，或者是把它做成加工品的话，其实你想看我们给谁吃？给我们爱的人。对。给我们的家人。所以连接的那一份。食物跟我的家人之间，就是我们赋予他情感，所以本来就是因为一份情感去做这些食物，去跟我的家人、跟我爱的人分享，跟我的朋友分享。基本上我跟李姐对从事有机的动机有一点一样，也有一点不一样。一样的是我们对土地的感情，是我们想要找回人跟土地之间的连结。不一样的做法是我知道有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梦想。所以我等于是代替他们去实现这样的梦想，因为我从事有机农业，然后我做有机的栽培，对，让那些有心想要吃到健康的食物，但是没有办法亲自去栽种的人，我让他跟土地之间做一个连结，我让他们了解我的耕种过程，让他们可以借由我来吃到他们期待的健康食物，一个桥梁。对，李姐，我就很好奇啊，你们会想要大家一起在这个大食堂吃饭，是不是因为节能减碳的这个原因啊？节能减碳是附加价值，最重要就是当时是为了落实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。对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们传统的一种饮食方式其实有很多的问题，就是说，高热量啊，或者是太精致啊，对，或者是说这个食材的来源的问题，所以。我希望照顾大家的健康，所以我一开始是我每天煮饭，我说你们都不可以出去吃，就让大家回来吃，对，后来大家习惯了，两桌三桌三四十个人，我们大家就一起轮着一起帮忙，对，就是帮忙一起这样吃，而且慢慢的去分享现在的食物跟外面的差别，所以他们知道这100多个人里面他们有些是两三户共同住在一起啊。那可是我们知道现代人都很注重隐私哈，尤其年轻人一长大恨不得马上搬出去自己一个对自立门户，那你为什么会让他们大家一起共住，那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？100多个人住在一起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纷争，或者是说
其实人跟人相处本来就是会有这些问题，对，但是如果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嗯，有一个理念存在的话，其实这些是可以克服的。嗯，大家一起节省房租，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大家一起共用的客厅嘛，也都是啊，孩子一起照顾啊。是，我今天工作比较忙，这个陈妈妈就可以帮，对，不用，是啊，她就可以帮我照顾，大家互相的就是互相照应，是对。那有什么事情一起分担，那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，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出远门还是怎么样，家里孩子或者是老婆都有人陪伴，对，够头够尾啊，顾头看尾的都很，大家可以互相一起，当然一定有他的问题，我们也不是完全说没有自己的隐私，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独立的房间，只是有一些共同的，我们有共享的部分，是客厅啊，我们的餐厅啊，浴室，这些都可以节省下来，其实会节省很多的，这些节省下来的地方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会种树，哎，让一片森林就可以长起来，回馈大地，对对对，而且人真的是群居的动物，其实我觉得哈，大家这样互相合作，本来就是我们人的本能，是我们这些现代人、都市人，我们把自己变成宅男宅女，对啊，我们自己把门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把心打开，你就会发现。我们跟别人相处，跟别人沟通，那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不同幸福的分享。对，其实以我们自己的经验，好像刚开始以为我们不习惯，对，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一起相处久了，而且我们真的创造了一个环境，会发现慢慢后面来的人，他们喜欢像我们这样，他觉得在我们的脸上就是看到欢笑，就是看到幸福，就是看到快乐，那是伪装不出来的。对，所以其实为什么这个正言上人有特别说到，其实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温室效应的问题，其实最主要在人的心事。哦，就是我们其实对物欲的要求，其实真的是永无止境，像无底洞一样哦。就是今天穿的满满的，这衣柜已经都是衣服了，那你永远你要出门就说，还少一件，我就少那么一件，我一定要再去买一下下。那你有想过，这制造一件衣服，它会造成多大的一个地球的一个污染的一个问题？所以刚刚特别，我觉得今天真的还蛮感动，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一群人是这样子在对待我们的土地，然后再这样子教育我们的下一代。哦，然后其实真的可是说实话，真的要现代人哦放下，然后投入这样子很简朴的一个工作，或者是很简朴的一种生活，真的不容易耶。是真的不太容易，因为人是一种习惯的动物，对，你这个习惯也是养成的嘛，所以你只要换一个环境啊，有一个就像心打开了，让大自然去熏陶你，其实你就会另外的另外一种习惯，自然的而然也就会去建立，你反而又不习惯以前的生活了，你会更喜欢现在的生活。所以真的再讲一句，就是真的屋宽还不如心宽，就是说你就算住了百坪的豪宅哦，那可能在这个信义区，在大安区住了百坪的豪宅，可是如果你的心也没有放宽一点点，你的眼界永远是这么小，你永远看到就是你眼前所呈现的那些小小的利益而已。所以今天真的也非常的感动哦，我们这个理解哦，它带来原来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土地上，有这么一群人是这么的认真在过他们每一天的一个生活，而且想把这样的生活跟更多人分享。对，我们希望各地都有像我们这样的愿意去爱护地球、爱护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群人。我相信我们的地球会更美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只是大自然当中小小小小小小的一个部分，其实跟万物其实我们都是平等的哦。那么用更慈悲的心情去对待我们身边所看得到的任何的生物，那么其实真的对我们自己来讲，对我们的下一代也是有更多的帮助，是真正的幸福快乐，是真的在你的脸上，在你的身上，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幸福的氛围了。欢迎大家来农场，再次谢谢李姐来节目当中，他们用他们最实际的绿行动来实践这样子的一个绿生活，真的好棒，感恩你，谢谢。那么当然还有我们的接下来这个单元，我们要教大家，刚刚我们说现在吃的问题真的越来越严重哦，是啊，有人说多吃水果是没错，你吃进去的真的完全都是天然的水果吗？哈，你不要吓我，连水果也会有问题吗？要如何聪明吃水果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？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？夜市里这些切好的水果接触空气几个小时却不会氧化变色，为什么摊子上面的水果和我们家中切的水果不一样呢？今天节目中特别请来食品专家来做实验，我们把切好的水果分别放入两碗水里浸泡，其中有一碗是水，另一碗是用水果摊里经常浸泡的特别水，
我们一起来看看水果有什么变化。15分钟之后，画面左边的水果好新鲜漂亮哦，请大家来猜一猜，刚刚专家倒进水里的那一撒汤匙粉是什么嘞？夜市水果好好吃哎，感觉有陷阱。为什么夜市的水果看起来都比较漂亮？刚刚画面当中有两个不一样的这个颜色呈现哦，一样的水果切完之后，一个真的比较容易变黄，另外一个我看它在水里面有加东西，你觉得应该是加什么？张大哥，我直觉可能是不是加盐巴？对，我们一般是说，如果要防止什么苹果啦、氧化啦，都是在水里面泡一下，然后加一点盐。我妈妈也是加盐巴。对呀、啊，那巧姨爱不爱吃水果？喜欢啊，喜欢哦，因为吃水果对啊，皮肤漂亮，然后又不会胖。对，那你觉得他刚刚加了什么？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呢，搞不好是一些就是化学的，也许是什么漂白水或者防腐剂。漂白水、防腐剂，听起来好可怕、哦。等一下，夜市水果不是都是标榜现切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看到的都已经是切好的。哎、欸，对，一包一包的。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物质让水果的颜色可以呈现这么漂亮？还是赶快欢迎到我们专家来帮我们大家一起解答吧。好，欢迎文化大学食保系的施明智施教授。施教授好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外面的夜市买的水果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到底它里面加了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那么漂亮？它其实它是加这种、这个也是一种盐类的。所以它是盐吗？它不是盐。它不是盐。对。那它为什么是亚硫酸盐？亚硫酸盐听起来怎么好可怕的名字？听起来感觉是以前化学课本当中的那几个字的组合。对，它是一种化学物质是没有错。那它可以添加在食物当中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哦，是可以的、哦。这个是卫生署它规定的食品添加物的一种，譬如说金针。那金针的话，它就会加这个亚硫酸盐。是，所以不是加在新鲜的水果里面。对，它加在干燥的蔬菜水果里面。那它的作用真的是让水果看起来不变色？对，漂白。对，我听到漂白，我头都大了。刚刚巧姨说是不是漂白粉或者漂白剂？它的名字在卫生署这个合法的添加物的名称里面就叫漂白剂，就叫漂白剂。对。那这个加多了会影响健康吗？消化道过敏的。吃的如果超过剂量的话，它就容易引起它过敏。我还以为是夜市的老板啊，他们都已经很厉害，然后所以挑水果都会挑到又大又漂亮又新鲜的。对，原来是加了这个啊，因为不可能马上切马上卖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定要保留一段小小的时间等那个顾客来，然后但是又要漂亮，所以就特别加了这个。有可能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不能加在水果的。对，那听起来还蛮可怕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那他加了，我们也分辨不出来。对，我们通常的时候，通常其实就是说，你如果是一个就是你找熟识的、你常买的这个摊贩，对，信任的，对，信任。那另外就是说，你可以先观察一下，是，如果他，比如说他下午他开始卖，那下午的生意通常是比较差一点的，可是。我们看这影片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的话，其实水果切开来，它的颜色就已经开始变色了，一定是氧化了。半个小时之后就变色。对，所以说呢，你如果观察说，绕一圈回来啊，那块水果都还放在那个地方，那就真的有问题了。半个小时，大概已经半个小时结束了啊，那个它还没有变色的话，那就表示那一摊一定有加。那我们就合理的怀疑，有可能会加一些漂白剂下去。所以消费者要自己来把关一下哦。对，这个摊位摆放的时间，不过我常买到一种哦，这种甘草芭辣，哎呀，好好吃。那个老板他就会现切，你点完之后就现切，然后现挖籽，那这种可以吧？那当然，他如果你眼睛看到他现切的时候，对，那这个是比较可以，比较没有问题的。是教授意思是说，他可能在我面前现切，然后转头接个电话，他就拿下去换一包上来吗？当然有可能这样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有的时候他们习惯。用布帮你擦一下这个刀子那这个刀子上面呢，有的时候也会加甜味剂。等一下，又来了一个甜味剂，也就是说，不仅颜色要漂亮，吃起来为什么夜市的水果特别甜？对，我自己买的都没那么甜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这也有问题。对，
甜味剂啊，甜味剂，对，加的甜可能是假的，是加了甜味剂的，对，是人工的甘味剂，它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，对，但是在生食的这类产品里面它是不可以加的、啊、那被调查出来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糖精，糖精、哦、糖精这个大家比较有听过，对是、哦、对，另外一个就是 Cyclamate， 那是什么、哦、Cyclamate 也是甜味剂的一种，甜味剂的一种、嗯、对，那这两个是卫生署它的调查是发现到说、嗯，比较在夜市的摊贩所卖的水果里面，对，啊、哦，检验出来比较多的这个被添加的，对，被添加物。施教授这样一讲啊，巧怡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次去买夜市的水果，你不管买哪一种，莲雾、芭乐、苹果什么、哦、甜，你发现那个甜味是一样的。嗯、对啊，哎，这样听完感觉好害怕。原本吃水果我就想说，就是可以保养皮肤，然后又不会胖，但是好像甜味剂啊，然后那个漂白剂就感觉会。吃了伤皮肤，然后还越来越胖，所以张曼哥应该现在要开始发出会心的一笑，我都自己种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想要请施教授解释一下，刚才提到的这个硫酸盐类它既然是一个合法的添加物，只是说摊贩们非法的使用。对。那现在对于这种非法的使用，它有一定的罚则吗？还是说我们必须消费者要自求多福，要自己承受？那个食管法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罚则。比如说虽然它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，但是你非法使用在不应该加的食物上面的话、嗯、那这个的话你可以去检举，哦，可以检举的，对，可以到卫生单位去检举。可是问题是它无色无味啊、嗯、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测试出来、哦、没有办法，那就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就是买了之后然后送去检验，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、嗯、然后有了检验报告，你如果怀疑，合理的怀疑说这个东西特别甜，或者你真的放在家里、哦、它都不怎么变色，那我们就可以到卫生单位说、哦、这个我怀疑。哦，我还对一个水果有一个好奇哦、嗯、因为西瓜是比较大的水果，对，那有时候我们人口少，家庭人比较少，我们就会买这种切半或切四分之一的西瓜、嗯、西瓜应该就没问题，西瓜比较好，还好一点。对，那比较多甜味剂比较多发生的就是像梨、嗯、哦，梨子，像芭乐这一类的、嗯哦、那当然它是第一个，它切开来它比较容易氧化，对、哦、再来就是说这一类的水果可能是大家比较常买，在夜市比较常买、哦、所以这两个水果是、嗯、上榜第一前两名。那我问一下、嗯、如果说这个水果它是真的因为时间久了你没有添加、欸、因为是天然的嘛、欸、你可能切开之后你可能就放着，那可能真的氧化，它的营养成分也一样会流失吗？水果来讲，那维他命 C 跟空气接触久，它自然它的这个效率就变差了、嗯、所以还是会，所以水果它最好就是现切现吃，现吃现切现吃。但如果真的想要保存一下下，比方说我们要可能要今天先切好，那可能饭后再吃，可能隔了个半小时了，我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，用最天然的方法保存这个水果？我们在家里要保存水果，第一个你可以就直接泡在水里面，直接泡水，不用加盐吗？切开泡水，切开泡在水里面，就是因为。我们之所以会变色的原因是因为氧化，对、嗯、那你泡在水里面呢，它就隔绝氧气了，哦，是，没有跟空气接触，对、嗯、所以它就不会有这个继续氧化的这个现象、嗯、那可是施教授，这样会不会加快那的养分的流失？不会不会、嗯、因为你泡在水里面只是表面，对、它水分不会很快的进入到你食品的内部、嗯，可是啊，像木瓜、嗯、芒果这些这么软的，对，切开不能就泡水。所以说，如果是说，你要放的比较久一点，对，那、啊、其实有一些水果它是比较容易氧化的，对，比如说，刚刚讲梨啊，水梨啦，苹果啦，芭乐啦，苹果啦这一类的、嗯，那我们就可以泡水，泡水，对，或者说你觉得泡水不够，我们就泡柠檬汁，哦，柠檬汁，酸性的水，嗯哼，因为酸性的水它也可以。避免它的这个氧化的。那像传统，像妈妈都是加一点点在水里，加一点盐。盐是有效啊，也是可以。对 对, 對 ，OK。那就是口味上的问题。像木瓜，其实真的切开，你真的如果真的半个小时之后才吃，你就放冰箱就好了。哦，因为木瓜可能比较没有氧化。对，木瓜、西瓜它是比较不容易氧化。对，所以就算它氧化，因为它颜色很重，你也看不出来它氧化。说的也是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比方说我们夜市买的那些水果有没有，就是因为它已经都切好了，对，你也搞不清楚到底它切的这一颗。有没有有哪一些小部分是烂掉，他把它切开之后剩下的，他把你切块切片这样子给你。如果水果真的有一点点烂掉或者过熟熟透了，
这个是不是真的整颗都 不能吃了？这要看它的烂掉的情况的原因了。对，如果它是碰撞，是，或者是有虫咬等等，对，那事实上我们把那个地方挖掉就好。哦，那如果有些时候它是发霉的话，对，那发霉的话，你只是把那个霉点挖掉，它其实它会发霉，它会产生一些毒素，它还是会生根，对，那就是比较麻烦的耶。所以其实真的追根究底，其实真的我觉得买水果还是就是自己去买。自己去切，自己去保存，对不对？就是尽量夜市的水果还是少碰为主，所以其实真的花一点点的时间，稍微注意一下下，是。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施教授来到节目当中，教大家如何正确健康的吃水果，是对不对？谢谢施教授。哇，原来吃水果还有这么大的学问，因为我们真的以后去夜市哦，虽然水果是蛮健康的，然后吃了就像你讲的也比较不会胖，对，可是要真的要仔细的挑一下，为自己做把关哦。没错没错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手作幸福的单元喽。那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呢？哎呦，今天很特别，我们知道呢，在照顾这个小宝贝呢，通常都是妈妈的责任，像我就好辛苦，是啊，职业妇女。但是今天很不一样哦，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位爸爸，他自己啊来帮他自己的小宝宝准备离乳食品哎，要吃副食品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来看一下这爸爸有没有我厉害。好，听说我的小宝宝跟他的小宝宝差不多年纪哈，一起来瞧瞧，一起来看看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娅。今天的手作幸福很特别，我们要来教大家做大人小孩都爱喝的法式浓汤。我提前打听过咯，今天要做的口味是南瓜浓汤。那现在我们就先来选购食材吧。南瓜，最后一颗南瓜是我拿走的啦。原来是你哦！还有我刚才担心了一下，幸好最后还是刮落你家。没错，他是法娃爸钟仁俊，今年31岁。为了宝贝儿子，他独创了一种法式浓汤，因为浓汤实在太好喝了，香味飘散在台中的大街小巷。因此，喝过这法式浓汤的人都叫这位为孩子煮法式汤的爸爸法娃爸。法娃爸的汤没有任何的添加物，有10几种新鲜蔬果，只要喝一口就能让人觉得满满的幸福。法娃爸，你说南瓜浓汤啊，除了准备南瓜之外，还要准备其他的食材。没错。那到底还有哪一些食材呢？除了南瓜之外呢，我们还要有高丽菜、玉米、白萝卜、地瓜、马铃薯、香菇，还有昆布哦。这么多啊！听起来口味非常的丰富哎，没错。可是你都怎么样来挑选这些食材呢？我们会选择当季的蔬果。那也要当地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当季跟当地的蔬果有什么样的好处呢？它的好处是说，它的用药的残留会比较少，它吃起来对身体也比较健康，然后价格也比较平价喽。现在快2岁了，平日有妈妈照顾陪伴，还有专门为她料理餐点的爸爸，法娃的家庭实在太幸福了。其实啊，钟爸爸还没成为法娃爸之前，一样是一位生活忙碌的上班族。1年前，为了李汝琪的儿子，他开始研究各种小朋友的副食品。小法娃可是从1岁开始就喝爸爸熬的浓汤长大的哦。好了，现在食材全部都买回来了，我们刚才清洗过咯，法娃爸可以开始做了吧？好的，其实做浓汤很简单，只要记住这个5个步骤。第一呢，就是将它洗净切块。切块。好，第二呢，就是将它这个热炒，
哦，炒一炒，对，稍微让它有香气出来。那第三的话呢，就是加入高汤熬煮。第四呢，就是将它打碎过滤。最后呢，第五步骤就是调味加热就可以了。哇，所以简单的五个步骤就可以做出好喝的浓汤哎。这么多的食材全部都要放进浓汤里啊？没错，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食材，它其实都是用天然的蔬果去做汤底熬煮。那它加入这些食材之后呢，就可以呈现出汤底这个鲜甜自然的口感，嗯，而且不用再加像是味素啊，或者是其他比较多的一些调味料。真的耶，所以这样就可以又健康又美味。没错。那像我眼前这个啊，是马铃薯，然后就是地瓜。对啊。为什么要加这两个呢？因为这两个蔬果，它其实加进去的话呢，可以有别于你一般市面喝的这个浓汤，他们是用面粉去做拌炒，增加厚实的口感。但是我们自己要吃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透过像是马铃薯和地瓜，它一样可以带出厚实扎实的口感，而且更天然健康哦。原来法王浓汤味道香醇可口的秘密就在于地瓜和马铃薯，法王爸为了孩子真的很用心哎。哎，这不用切皮吗？哦，不用，其实皮上面它存在的很多养分，那你只要把它刷洗干净，其实连皮一起下去煮，它的营养价值更高。哇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所以连皮反而更健康、更营养。嗯，没错，不会影响口感吧？不会，因为我们最后会将它过滤过，所以口感一样还是会很滑顺这样子。嗯，好，切好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Mia，我们来剥高丽菜。好啊。所以就只要把它一页页剥下来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放到这个盆子里面就可以了。嗯嗯。不过法王爸，我真的觉得吼，你当初到底是怎么样想到啊，要自己做这个浓汤给宝宝喝啊？嗯，因为当时就是想说，宝宝因为换食，他可能会想要开始接触其他的食物。那这个浓汤呢，它其实它的营养很足够，而且呢，它的口味宝宝他也会接受度很高。真的，宝宝也很爱喝。嗯，对啊对啊。可是啊，我知道市面上啊也有卖很多这种离乳食品，像是水果泥啊，那很方便呢，为什么不给宝宝吃那个就好了？其实我们会考量两个原因，第一就是要经济，那你自己去挑选蔬果，那它相对它价格会比较便宜。那第二的话呢，就是营养价值，因为像市面上的这些算是罐装的一些宝宝的食品，它多少是有经过一些高温杀菌，那养分或者一些酵素它就会流失掉。那我们如果自己做这些果泥的话，它的营养价值会更好。好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炒菜喽。好啊，走吧。好。宝爸，刚听你讲了这么多啊，天然的食材，还有这些蔬果里面的营养，我觉得你好专业哦。你从哪里得到这些知识的？其实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，刚好就是学这个营养相关的这个科系。哇，好香哎！才放几样蔬菜下去，这个香味就已经四溢了。对啊。嗯，好想赶快喝到浓汤。翻炒之后呢，要加入高汤，接着呢就可以放入果汁机来搅拌一下喽。看起来好像煮的差不多了吗？嗯，没错。我们现在只要再将它做一点这个调味，加入一些奶制品。嗯，你可以加入一些鲜乳，它也可以让之后喝起来的口感比较滑顺。但是我们不建议一开始就加入牛奶煮，因为它可能容易会。可能会掉带，就是所谓的那个下面容易会焦掉。嗯，那而且牛奶经过高温一直去滚煮的话，它的味道会有点改变。啊，所以要在煮好之后才加入这个鲜奶。哇，看起来真的是好丰富哎！加入鲜乳以后，再稍微煮一下，就可以把所有的食材放入到果汁机中打碎。然后再经过过滤，美味的浓汤就要准备上桌喽。啊，真的好香哦！这浓汤啊，看起来又滑又顺，而且感觉口味很丰富哎。现在我们可以来喝喽。
可以开动了。哇，嗯，真的好好喝哎，你要不要喝？爸爸爸，刚刚我看你啊，做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熟练哎。你平常也常常做吗？嗯，平常都会自己开火，然后煮东西给家人吃的。是哦，哎，可是你平常要上班呢，那这样子回来还开火，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？不会啦，其实就是虽然做菜过程是比较累一点，但是就是家人吃得很开心，那就觉得。就心满意足了，也是另外一种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哇，那最幸福就是妈妈啦。不管爸爸做任何料理啊，包括这个南瓜浓汤啊，你都是第一个尝到的耶。对呀，对呀。吃起来心得感想怎么样？哦，当然是觉得非常的幸福甜蜜啊。对。希望他永远不要忘记爸爸为他熬煮这温暖。然后营养又美味的浓汤，好不好喝？好喝，拍手！好喝，拍手！啊，好棒耶！爸爸飞飞，爸爸飞飞，飞飞飞飞，一二三，哇！啊，我的副食品南瓜汤我输了，对，他真的比较厉害。哇，这位宝宝，我们真的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很用心，很用心哎。而且一般南瓜煮粥啦、煮面啦，那个汤哦，就是原本的汤其实就要不就南瓜，顶多加个马铃薯啦、洋葱啦，他加这么多料哦，十几种蔬果在里面。哎，话不多说，大家赶快先品尝一下好了，感觉需要有黑胡椒再加法式的法国面包。哎，我们今天先吃原味。好，喝喝看哦。嗯，应该是很好喝。小朋友最爱的味道，没错，小朋友最爱的味道。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棒？味道真的非常的复杂，对，很有深度，很有口感哦。而且我告诉大家，我们在那边切水果的时候呢，它所有的这些蔬果水果。都是不去皮的，不去皮，那就是洗干净而已。所以很多营养素其实在皮里面，所以他就把皮一起呢放下去煮。其实南瓜是可以连皮一起煮的，但其他的蔬果通常我还是会稍微削削皮，它是完全不去皮。对，他把所有的营养只是洗干净，然后把它全部放进去。所以最后它是要再进果汁机去打的时候，它是有滤一下渣渣。对，打完之后变成浓稠之后呢，再用这个滤网把它滤干净，因为这样小朋友才不会吃到一些比较大的渣渣。所以小朋友。好幸福哦！对呀、啊，而且你们看哦，大家刚喝完，像巧姨说很浓稠，对不对？我们外面喝到会觉得很浓稠，是因为呢，他们加了面粉或是水去和一和，但是太白粉之类的。对，但是这一碗呢，为什么喝起来会浓稠？是因为加了马铃薯，还有地瓜会有那种淀粉的浓稠感，但它又是全部都是天然的。是，两位要不要回忆起来？有没有记得爸爸？或者是妈妈曾经为张大哥印象当中感觉要想很久哎，对，还是你有没有为自己的小孩做过什么？这个年纪有点大了，我们那个年代的爸爸妈妈哦都没有这么用心呢、啊。当然，因为那时候比较务农比较忙啦。对，那看了这个的话，真的自己要觉得很惭愧了。没有机会为自己的小孩哦准备这么浓稠的浓汤啊，那可能也许也有孙子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做。那这个巧姨呢？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吃甜的，对，然后就是从我小时候到一直到现在，他都会自己在家煮那个红豆汤或绿豆汤，对啊，然后我很喜欢。就是喝他煮的甜汤很好喝，而且爸爸煮的跟外面卖的味道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般通常都是妈妈哦，可是我们这个画面当中所看得到的这幸福的主人是一位爸爸，没错，让我还蛮讶异的耶。是啊，而且他本来也想要买一些外面的副食品给小朋友吃，可是他就是不放心，其实还是自己天天动手做是最安全，而且对小朋友来讲，其实那份味道他是从小就会记得的。对，没错，这就是呢刚刚这个法娃爸他的重点，他说其实他。
做这么多也蛮辛苦的，但他就是希望呢，他的小朋友长大之后可以记得，哎，这个是爸爸的味道，爸爸独有的味道。是啊，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手做的幸福。我相信其实电视机前面有很多的妈妈，哦，有很多的爸爸，那你可以学学这个我们的这个法华爸爸，是很厉害，而且不用加任何的调味料，没错，全部都是当季天然的食材。那么这也是给我们的在地的台湾的农夫哦一个不一样的鼓励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其实在家试试看哦，也是能够吃到最健康最幸福的口感。嗯，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手作幸福今天带给大家的好棒好好喝的南瓜浓汤。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真的多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，没错，巧姨少逛街一次，少买一件衣服哦，然后张大哥就继续的真的往我们的土地，然后给我们的土地更多的回馈，种更多更棒的所谓的有机的蔬果提供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没错哦，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两位来宾，谢谢你们的加入。那么当然也要谢谢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你还非常的满意，下一次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美丽新生活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地球，留给我们的孩子一条清澈的河流，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碧蓝的天空，片草原绿油油，让我们的爱心温暖你寒冷的手，让我们的爱心照亮黑暗的角落，让我们的爱心净化。